是中间手大岛洋平，三棒是三垒手森野将业，四棒是左外野手二点一号，五棒是 DH Blanco， 六棒是左外野手野本圭，七棒是一垒手新井良太，八棒是捕手古帆元信，九棒是二垒手古哲也，投手是中田贤一。哇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今天的开球嘉宾，应该是 Sapporo 的一个代言人，是啤酒的代言小姐哦。那这个她担任开。